2023年，中国 VR 行业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。随着元宇宙时代的到来 ，VR 产业将彻底释放市场潜力，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增长。然而，面对疫情后的市场环境与残酷的竞争 ，VR 品牌应当如何突出重围？线下门店又该如何长盛不衰？已然成为众多 VR 企业面临的挑战。LEKE VR 是集 VR 技术研发、VR 内容定制、VR 设备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以极具前瞻性的发展理念，率先打造 VR 线下娱乐内容发行平台。通过高性能的 VR 设备、高品质的游戏内容，持续赋能线下门店，为全球千万消费者带来源源不断的沉浸游戏乐趣，变困境为机遇，绽放非凡品牌实力。LEKE VR 不仅连续2年荣膺由亚洲 VR AR 博览会组委颁发的 VR 龙头奖，更相继获得合金资本、赛富资本、西部资本、青科创投、九合创投、掌趣科技、棕榈股份、长三角树文基金和中关村中诺基金九大投资机构的强力注资。自2020年至2023年，全球快速裂变近1000家门店，月均开店数十家。北京清河万象汇点单月营业额收入最高突破52万元，哈尔滨凯德学府中岛店单日最高业绩达77355元。当 VR 行业历经重重洗牌，LEKE为何能够收获资本青睐？当众多门店在疫情中沉寂，LEKE为何能够实现逆势上扬？是元宇宙带来的天然助力，更是LEKE VR 内外兼修的强劲战力。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是 VR 娱乐的核心吸引力，因此LEKE选择用心留住人心，采用自研加引入的双重模式。LEKE娱乐内容平台已成功吸纳700余款沉浸度高、体验感好、趣味性强的精品 VR 游戏。同时LEKE持续每月为线下门店提供1至3款新品爆品游戏的免费更新，吸引新玩家尝鲜，刺激老玩家复购，助力门店长效吸金。不只追求常玩常新的游戏体验，LEKE VR 同样致力打造高性价比的优质硬件。上万平米现代化标准生产基地自主研发30余款 VR 交互硬件设备，每一个环节的严格把控，每一轮测试的精益求精，都将LEKE VR 设备的性能推向新的高点。时尚外形酷炫吸睛，游戏功能效果一台可顶多台，售价仅为出厂成本，只需拥有4台LEKE VR 设备，即可开启一个游戏体验丰富、评效超高的人气门店。LEKE VR 全面开启超级 IP 战略，通过 VR 加 IP 以及科技赋能娱乐模式，与世界级、国民级 IP 深度合作，共创沉浸娱乐新体验。2023LEKE VR 加速拓展，面向全球甄选联营合伙人，并将为伙伴提供专业选址、培训、技术、运营服务、引流以及设备回购换新等保姆式落地支持，只需支付相应联营权益金，即可获得区域经营权、专区门店运营收入、拓展加盟费用、加盟店部分游戏分成等多重收益。乐享沉浸体验，客流高效变现，元宇宙时代行业风口，LEKE VR 乘势而来，邀您共享财富商机。